导症过去曾罹患多囊性卵巢症候群，导致体重在短短半年内暴增了20公斤。后来他靠着规律运动以及饮食控制，包括戒酒戒辣，才成功瘦下来，并分享心得表示，运动只占了10%，而饮食占了90%，因此饮食控制才是关键。没想到近期工作忙碌的他，突然在社群晒出一整袋药物的照片。小郑在照片中写道：“以前只是听过自律神经失调这个词，没想到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。虽然他没有太多喝中药的经验，但为了改善健康状况，还是决定先尝试看看。”消息曝光后，粉丝们都相当心疼，也希望他能早日康复。